一想最近来说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人所提供的节目，咱是由林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时间呢吼，9点到10点，每上来为咱做服务啦吼。咱那是服务无周到的所在，现场有一线电话5966449，咱拢会当来利用啦吼。来，今日来听一段《妙哉妙哉菩提叶》。真好听吼、哦，咱有时阵啦吼，久久啊吼，听一段啊，你也感觉讲，真的还不错吼、哦，妙哉妙哉菩提叶吼、哦，那要过这段音乐，是咱慈莲毕生公的谱曲的啦吼、哦，好久没听了吼、哦。Thank you.
请，这就是黄老师啊，吼，啊，请迄个音乐的老师来谱曲，来谱曲的吼，叫做《静灵曲》。这那时吼，平常时啊，咧静坐的时阵啦吼，咱有迄、那个吼，咱讲很静的那一种心，然后呢吼，听这段《静灵曲》，你就会觉得很殊胜，很安定，能够气定神闲，不会妄想，不会妄心，也不会妄想吼。阿妈咪吼，能够心肝俩袂调，心猿意马吼、哦、啊，所以说很静然后听起来是很不错的吼。咱讲莲花，莲花代表莲花。哦，咱讲莲花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呐、啊。莲花大家都嘛知，莲花，甲当作道心来讲，会使无？莲花用道心来个比喻啦吼。咱定来讲，出污泥而不染。那么呢吼，咱对这个三家都是讲儒道释的教义啦吼。伊咧讲啊，这个两字轮回，拢讲讲差不多啦吼。儒家讲的，也是讲吼，释教讲的，就是讲佛教讲的，道教讲的，拢是咧讲人有轮回啦吼。轮回就是咧讲吼，咱深感未息，有感觉讲轮回这两字，咱听起来拢感觉足恐慌的吼。那还知讲吼，这个末世吼，人心愈来吼，咱听讲愈无遵照古礼行。魔道先应劫而出世，所以讲先有魔才有道啦吼。系讲有魔才有道，所以讲吼，咱的这个北极玄天上帝叫做荡魔真君。伊迄个时阵呢吼，玉帝呢派头一届落来时阵就叫做善魔啊。哦，伊无敌这个王，无敌这个吼，咱讲官吼，于是吼，腾下卡落来，吼啊，他们老等等。吼、哦，迄第一届吼，咱咧通讲大帝啊公，然后大帝啊公叫荡魔真君，是爱讲先有魔，后壁才有出现道啦吼、哦。啊，玉帝呢，知影讲啊，魔已经下降伫这个世间，伫咧滚啦吼。啊，所以你讲龙龙虎山啦、啊，咱第一代天师战滚魔、战滚魔的时阵吼，来、哦、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咱太上道祖呢吼，伊咧镇群魔的时阵，太上道祖啊，伫个这个半空中呢吼，竖伊一支斩妖剑，啊，怎啊平好伊啊吼？啊，即马这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天师呢吼，真正吼、哦、去镇遐群魔的时阵吼，伊就用这个啥，用太上李罗君呢，和伊的这支吼地神地魔剑呢吼，打，人讲打个魔。来一个斩一个，来两个斩两个，吼，算讲吼斩魔，甲斩了了。啊，即卖这魔拢叫低调去了后呢，吼，伊就是讲宝剑伫要行哦啥，宝剑伫要行哦，咱的这个，咱的道祖嘛吼，伫要和这个道祖呢修道等的时阵，道祖本来是伫半空中呢吼。啊，将这个吼斩妖剑弹予伊嘛，予伊信嘞。啊，伊即嘛嘞吼，要行道祖的时阵吼，啊，道祖就甲讲啊，换你起来啊，啊，我宝剑弹予你，要叫你去斩妖除魔，结果你六尊魔拢无用刀的，你拢用斩的，吼、啊，魔就是要予你刀，你也用刀，用正理。用道理去甲躲遐个魔，唔是要叫你讲一个一个魔拢甲斩，吼、哦、啊！所以讲，这支吼斩妖剑呢，吼、哦、就是伫你个心要你分啦，正邪要哪分？咱人有乌道白啊，吼、哦、有光道暗嘛，吼、哦、有邪有魔道道嘛，啊！你爱用你个道，用你个正道，吼、哦。道者邪魔可以转正嘛？不是用台的用斩的、啊、所以讲吼，天师就听有啊，讲啊，安尼做唔对去啊，吼、哦。先啊讲，咱人讲啊，这个人歹人，吼、哦、啊，这个人歹人，咱要让伊做好，是不是爱讲道理要听？安尼就有机会变好。啊，这个歹人就等于那像魔同款的意思。啊，所以讲，
哦，先有世间来到这个世间，人类出来出世的时阵呢，吼、哦，魔就达成到位啊嘛，啊魔就是要来应客的呀，吼、哦，啊所以讲要看咱人，吼、哦，咱人伫这个末世，吼、哦，人心不古，魔道生应劫来出世啊，但是圣贤佛真呢，吼、哦，先知讲该应允而救世啊，啊所以就要用正道正理嘛，吼、哦，用正道正理去降服遐魔，使遐魔会归邪。哦，咱讲气邪归正，吼、哦，气邪归正嘛，吼、哦，讲圣贤佛真，拢是安尼，吼、哦，所以讲应允要来出世的，吼、哦，就是咧讲佛道嘛是啦，吼、哦，佛道呢修五百世，历千百年转世成道，吼、哦，啊，咱较早你也看，勤快含害这个忠良出生，吼、哦，特上，这个特上道啦，吼、哦。这宰相呢，吼，啊，甲咱这个岳飞呢害个七坎八丘，但电视伊陷害忠良了后呢，吼，伊就爱去出世做这个畜生，吼，出世做这个畜生，世世拢为狗啊，拢做狗，世世拢做狗呢，吼，啊，这个做人讲伊禁伫这个幽冥，沦落伫这个阿鼻地狱，吼，伫咧沉沦的时阵，然后总是爱有人。有人去甲迄落嘛，去甲说法嘛吼，所以讲人佫较歹啦。伊即个神经总有一天会流落，吼、哦，拢人生在世必有天命伫个啦。人来修命，吼、哦，就是讲人来修了即个命运的安排，吼、哦，因果啦、功德啦左右，吼、哦，咱一个人，吼、哦，因果功德会左右一个人呐，吼、哦，在这个尘缘呐，吼、哦，这个世间。随哦，讲随人而异呀、啊。有的人生吼、哦、是富贵的，有的人生是正道。吼、哦，有的人伊就去做这个精，做这个道人啦、啊。吼、哦，这就是咧讲，会当去做精，吼、哦、出家人会当去做吼，咱讲出世的这个修道人，哦，这是欢喜的代志。但是讲何有何乐何苦，今生的一切。该是真实所证所为嘛、啊、所以说因为咱做因、哦、动念动情嘛、哦、咱无远离这就是在去名利、哦、咱变成功、哦、因为贪嗔痴把咱扭落呀、哦、啊咱人呢来到这个世间呢要会改变的是啥人说天听人听自我听呢天是人是自我是天知人知自我知啊齁、哦。就是讲凡事凡求诸己一日三省五心会当清净齁甲挂欲。所谓的六根清净啊齁、哦、咱人拿六根清净免哪会烦恼讲道果未成齁、哦、啊嘛免烦恼讲齁会去轮回伫这个恶处内底。讲人呢啊，好发这个莲花啦吼，好发这个莲花吼，叫做出污泥而不染，会当洁身自爱，啊，未跟人同流合污啦吼。这种高风亮节吼，会使讲是吼，真好典范嘛吼。人若有豪言正气啊，七邪不入，吼，就敢那佛同款，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哪来意骂心丸呢？吼，咱若无意骂心丸。你别呐，吼、哦！你呐，意马心猿，吼、哦！力挽狂浪，怒涛围在一心嘛，吼、哦！所以人讲，道气充满天地，万物皆具佛性啊！人生冥冥皆佛，灵山不挽救啦，回头就是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吼、哦！这就是咧讲因人因地，吼、哦、因事啦，吼、哦！你是不是我都做干呐？我做个明心。诶，我都去做个见性，心无了道，吼、哦，真就是真，爱真个安怎，真知灼见，悟要悟到怎样？悟到各种妙理，我爱我个呐，各种的这个妙理，然后各种的妙理，啊，所以讲吼、哦，有时哦，咱无甲这个吼，无甲这个莲花道心啦吼。哦啊，豆豆啊，一句一句那个讲，啊，莲花，吼、哦，这个骨，就跟那咱人的筋，吼、哦，莲花，吼、哦，用莲花来做道心，吼、哦，用安尼那个做一个比例啦，吼、哦，而且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吼、哦，所以讲儒家、道家、释家、三家，伊拢在讲啥？讲道德，
吼、哦，是用来代表宗教，用来代表三纲，用来代表五常，用来代表五伦，用来代表八德。吼、哦，这四维八德之大道啦，咱的胸怀，吼、哦，咱定讲仁义可治，忠孝廉洁嘛，吼、哦。所以人爱择善固执，直道而行。好、哦，咱人唔只会安怎？好、哦，咱讲太天命，天道可修，修道的法，好、哦，异曲同工啦，好、哦，殊途同归啦，异非好、哦。啊，伫讲到吼啊，咱讲佛如道本一家，以如道好、哦，以如道色好、哦、啊，也是讲以道正佛，天人合一嘛。吼、哦，孔子讲到安尼讲，讲五道以一贯之，中下有两字叫做中恕，中下两字而已啦。吼、哦，以所不欲，以举手不欲，勿施于人呐、啊。吼、哦，这就是啊，咱、讲孔子所讲来，人爱中，吼、哦、中下这两字。吼、哦，啊，咱道教是咧讲朝闻道是，吼、哦，就是可以，吼、哦，就是讲。雕文道色素可以，就是说天命殊胜，文道在道啦，即可配天，天人就会当合一。哦，这道家讲嘛，是真简单呐、啊，一句话，甲儒家相应相合嘛。天人合一，好、哦，吉利起生死，悟人，好、哦，咱讲五人灵了五行数大观，集在生从何来，死往何处啊？轮回计算呢，一书过，好、哦，咱讲一书过半矣啦。总之啦，天道好还呐，好、哦、天道好还，有缘才定嘛。好、哦，既然是天道好还，有缘才定，咱定讲万事皆虚，为神不虚啦。万物皆空，为德不空，有理无？有理呀、啊。咱人吼、哦、有这个色心啦、啊、吼，咱人有这个色心难免啦、啊、吼，都会病苦啊吼、哦，有色心难免都病苦。平时呢要注意饮食、睡眠啦、啊、运动保吼、哦，咱讲保健养生啦、啊、吼，有助于大家确保健康的好习惯。小心，咱讲小病是不小心啦、啊，大病是有原因。嘿，这句话我感觉有真有道理呢吼。小病就是无小心啊，今仔日应该是翻天翻冷啊吼。啊，咱个结肥呢，无要甲脱一件衫，吼、哦，安尼来去拍家像流鼻水，这就叫做啥？这就叫做讲小病是因为不小心啦、啊、吼、哦。大病绝对有原因呐、啊，一定有原因嘛。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嘛。啊，如果久病，未好的话，有可能是冤内病啦吼，啊，也有可能说啊，你去甲化解冤亲债主的方式去解决，哎，佮加上忏悔，佮加上行功立德，吼、哦，想讲啊，你的精世济吼，唯有功德会当高消嘛吼，啊，大家应该爱积安思维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小病是无小心，大病有原因，吼、哦，这个原因就是出事出必有因。有的是因果纠缠的因果病，哎，医生安怎医拢医未好，啊，医这行走一行，医这医好就搁走一百位，啊，这医好就搁走来这，反正就规身骨给你转透透，五脏六腑给你转透透，这种叫做因果，啊，因果病，吼、哦。所以咱讲小病是无小心哦，大病是有原因哦，事出必有因哦，有因必有果啊，吼、哦。啊，所以这公师傅就安尼讲啊，咱人。哦、想要了你的精世济吗？唯有一功德会当高消而已啦、哦。大家都应该去了解，人无弯路，必有近忧嘛。吼、哦，啊，所以讲有事无事，吼、哦、啊，拄着代志的时阵，吼、哦，唔通讲吼，啊，都吼、哦、啊，安怎都安怎，我讲是怨叹天，怨叹地啦，啊，无就是咧怨叹恁坐到顶的吼，无甲你斗三工，无怨叹恁的公妈拢无灵无保庇，唔是安尼啦，吼、哦，所以讲小病
是无小心大病就大都有原因啦吼。所以讲，助助人助而护天助嘛。啊，对于咱病痛现前的情况，除了配合医生治疗了的以外啦，嘛正好来照计修真，照舒人心呢。吼、哦，人生本来就敢那一出戏了。吼、哦，当楼那拍落的时阵吼，吼、哦，铿锵锵锵都起鼓啊，你知无？啊，起鼓了后，你当时啊要吼，伫、哦、要戏伫要刷的时阵吼，嘛、哦、是着爱安怎？有起鼓都爱有收鼓呢。梭罗吼，八股。终归而去的吼，就讲啊，这出去耍啦，就做到这样尔啦吼。安尼嘛是安尼，安尼嘛是吼，这出去耍做到这样尔，啊，都做到这吼。心发天地宽，阵阵钟声在耳畔，一朵莲花开心田。夜晚我轻轻修炼，闭目何时无缠绵，念佛无非一株馨香飘满天，越觉越永远，一切皆虚幻。菩萨菩萨，我虔诚的修炼，只盼留在你身边。山接山过，山心修山远。佛祖啊佛祖，我是不是你脚下不败的那朵莲？轻轻修炼，闭目何时无缠绵。很好听、哦、我很喜欢听、哦、轻轻的这样子、哦、愿南宫愿、哦、是每一个人、哦如果是为老所逼了、哦、是身无定，唯要当死，是身如毒手，如厌解，如空惧，因借诸入所共合成。啊，这就是在讲，啊，这就不用怪天怪地怪好些怪本类啊。然后，较早为毛结局书来讲啊，伊讲献身有疾，哈、哦，以及疾故，国王大臣中介技术啦，婆罗门顶啦，好、哦，甲诸王主并以冠属。无数千人皆往问疾，就是咧讲，大家买破病，国王买破病，大臣买破病，中介技术买破病，即婆罗门者买破病，即王子买破病，即六亲眷属哦，无数千人呐、啊，拢当去问问看，吼、哦，问这个为毛？结果因为伊心疾，吼、哦，啊，我是安怎来破病啦、啊，吼、哦，啊，这个，吼、哦，咱讲为毛个因，吼、哦，就用这个心疾讲为说法。吼、哦，去问为毛结，为毛结就甲解说。伊讲助人者是心无常、无境、无力、无根，速修之法不可信也，为苦为恼，众病所疾。
主人者就是咧讲恁者吼，国王大臣者叫伊个称呼叫做主人者吼。伊讲如初心明智者所不过，吼是心如己物不可恋慕啦，是心如泡吼不得救入，就是讲人啊，就敢那泡水泡同款，水影同款啦吼。好，是心就敢那啥，人呢吼那卡吼心如。芭蕉中不有根，芭蕉就是软的嘛。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运动啦，就像这样整天叫做软软，这样你想你身体要哪会健康。所以就说是心如幻，将颠倒去，是心如梦，以希望为希望见，是心如影，将业将业现现，是心如向，宿诸因缘。哦，这就是你家的爱吼，反观啊，吼反观，是心就敢那像铺云同款，疏于辨别，是心就如敢那闪电同款，念念不住。有这个身躯无主，吼、哦、为如地，是心无我，为如是灰啊！啊，所以讲，伊讲吼，这伫电光石火内底面啊，瞬间变化，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绝对有生死有破病嘛吼，所以佮讲啊，讲是心无主，就敢那如地同款，是心无我，为如火；是心无修，为如风；是心无人，为如水；是心不识四大为家，是心为空，离我我所；是心无知，如草木瓦砾，吼，如草木瓦砾啦，吼，是身无作，风力所转啦。所以就佮讲吼。咱的心啊不净，吼、哦，这个火，吼、哦，这个吼、哦，咱讲垃圾恶充满伫你的身躯啦。啊，你伫做工过，讲心为虚伪嘛，都、就是假的嘛，吼、哦。啊，你这么穿的，吼、哦，衫裤虽然真水啊，但是你的肉身，哦，你的外表真好看，不过你的肉身呢，吼、哦，无清净啦，吼、哦，必归磨灭嘛，是心为灾，百一病恼。所以讲，咱的身躯就是一个灾难啦吼。讲较简单，咱若出事吼，这身躯就是一个灾难。为虾米？无多一个无病痛，喙齿痛也艰苦无？会啊，吼哦啊，多一搭痛嘛艰苦。所以讲，咱有这个色心，就是咱这世人这个色心会带来咱身躯的灾难、病苦、病痛、吼意外、吼，或者是讲去有毒蛇咬掉、去有贼啊，吼，啊是讲去有歹人。是心无定嘛，吼、哦，为要动事，是讲咱人呢，吼、哦，去拄到的这个社会啦，吼、哦，有拄到迄、那个吼，歹歹甲像毒蛇安尼，啊，毛去拄到那像个山贼啦，吼、哦，拄到要甲你抬，要甲你抢，吼、哦，伊就甲你讲，因界诸业所共合成嘛，意思就讲好好歹歹拢共一个世间啦，有好人就有歹人啦，吼、哦，啊，既然有好人就有歹人，啊，身体嘛有好诶。有健康的嘛，无健康的啦。啊，这个有健康甲无健康，难难做伙。所以跟你讲，吼、哦，唔通厌恶啦，吼、哦，你不要厌恶你的身体哦。只要你改变，主人者出客怨，吼、哦，反应就是咧讲，所有人者，吼、哦，唔通因为你这个色心肉体有艰苦病痛，你就怨。佛品内底就讲啊，从此观生，从十方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生嘛。我就是咧讲吼，中断一切不善法，你哪有法度中断一切不善法，即一切善法生，从真实生，从不放逸生，从如实无量清净法生，如来生呐、啊。伊讲你都无病无痛嘛，所以讲诸人者欲得佛心，断一切众生病啦、啊，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啦、啊。如是中者为摩诘，为诸文集者。如应说法，令无数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咧讲，危机就是转机啦。从逆增上缘的角度来看，受苦也是一种消业哦，有理哦，呵呵，有道理哦。受苦也是一种消业障的步骤啦，因为你受苦嘛，就亲像你咧消业障同款，照着这个病痛逼真。予咱参悟真假哦，吼、哦，当时会当发心发愿，以咱家己的体来悟，帮助更加侪病苦的人哦。想到要有足侪人比咱较艰苦哦，啊，你就是愈袂因为你家己艰苦哦，吼、哦，
因为呢，你就会感觉安怎？你感觉讲，啊，我的苦都也无别人的苦嘛吼。所以有的人吼，那得大病了后，也发心要去做义工，也发心要去佛寺做义工，也发心要去母娘遐做义工，吼，有的发心要去病院做义工，去讲孝路，去讲服务，这就叫做啥？危机就是转机，吼。对这个病苦的增上缘的角度来看，受苦也是一种消业障，借着病痛，吼，逼真，让我们参悟真假。同时也可以发心发愿哦，对呢，所以有很多人比咱更艰苦很多，不然我们会说，咱比较有能力，比较好，咱所心向下，所以我们要去做慈悲，我们就要做善事。最近就有很多孙子姐拿五倍剑来供，来观，用五倍剑观，用五倍剑，咱如果说要做慈善义卖，用五倍剑都可以啦，都可以。所以说我们会去体悟到什么？体悟就是说危机的转机，那个增上缘的角度来看，也许我们受苦是一种什么，就已经在消业障了、哦啊、所以人说风吹发泄尘归土啦、哦、风吹发泄归尘土，大限来时人难挡、啊哦、大旱来的时候，我们人头再来去动，不可能嘛，对吧？进一段广告，慈天必生宫的香品香品，然后香油款素茶公婆小盘香普灵灯虫草王山高宝何丽美哇好水的吼，这面啊，寒天嘛，要保养一下吼。过来就是讲咱的这个金盖丽蜂胶牙膏，你那是有咧洗，你也减少去吼。牙膏遐去甲人，牙科去甲人排队了吼。上无咱牙齿呐保持清洁，好过来就是袂酸啦吼，袂讲食酸的吼，爱微微整，食冷的微微整，食冰的微微整啦吼。这就是咧讲。保护你的牙龈呐、啊、吼，各一人就想，袂让你有这种啥牙菌斑呐、啊、吼，啊，咱人配出来就袂安尼全坏死啊吼。你也用金盖丽蜂胶牙膏，虽然有较贵淡薄啊，一条250块，但是一条就等于用足久的吼、啊。啊，所以讲，伊是种蜂胶，啊，所以讲吼，伊有一种吼保护牙龈吼，啊，清洁咱的牙齿，真正好用然、啊、后。啊，咱若是讲平常时啊，足够忝的吼，暗时啊暗困啦吼，啊，平常时这个肝脏吼、脏腑吼较疲劳啦吼，咱会当用个补助补充的，看你要用甘的，吼、哦，就是牛樟芝，牛樟芝有植萃用甘的，吼、哦，伊就平常时啊，你若刚才咧开车，你甲摕两三粒要甲甘的，精气神也足好，吼、哦，啊，你也讲我要用食，就早暗食两粒，吼、哦，牛樟芝主食体早暗用两，早暗两粒，安尼，吼、哦。安尼，恁都哦，肝脏爱有一寡营养补充，然后，安尼就会觉得哎、欸，很舒服呀，哈。
安尼师姐啊，都台中太平吼、哦。我在讲的时候没有几分钟了吼、哦，咱有57分钟，时间足宝贵的吼、哦。啊，所以若要讲电话，咱得等落线的时阵再来讲就好啊吼、哦。介绍产品最主要是要咱知影讲，咱有这个物件吼，好物件吼，牛樟芝很好吼、哦，啊，过来就是吼、哦、虫草王，好、哦，真的女性专用的金家人都很好用了吼。哦那平常时啊呢，咱即马有咧食即个印加果油，也是讲有咧食观视力，吼、哦、关心你的视力啦吼，目睭加好一寡营养。咱即马囡仔吼，安尼直直看，直直看，到尾啊，我讲青光眼那是无多医呢，白内障还好，青光眼是足惨的了，青光眼也看无了。恁即马囡仔，你正认真看，囡仔你啊细汉都唔敢保养哦，连康你就知影，知影讲哈嗨呀，目睭歹呀，吼、哦，所以即马呢吼。现在的小朋友太闲了，以前的囡仔爱到处玩囡仔，啊，只要七八岁囡仔，啊，就爱到处蹦爱爱囡仔。即卖囡仔太闲了，食饱闲闲就是啥，无等一支手机后你去耍，啊，那无就是后你去看电视看卡通。即卖囡仔都闲闲闲，无啥物代志要做啊。哦，即卖产拢用机来生啊，所以即卖人想过了闲，啊，想过了闲，迄支手机啊，就等于是咱的啥，是咱哦，平常时要甲讲吼，啊，就多一个。哦，咱讲较袂遐疲，唔是啦，较袂遐无聊。但是囡仔唔是呢，囡仔唔是咧拍无聊，囡仔是咧拍用生命解赌的。三更半暝嘛是同款咧拍，拍到两三点了咧拍。吼、哦，啊，底下咧飘，就是咧啥，咧生网路啦，吼、哦，啊，生一个电动玩具，这个有时候会损坏到眼睛视网膜都会呢。吼、哦，啊，所以咱讲观视力咧，囡仔食，老人食，中年人嘛爱食，加减啊顾啦，吼、哦。啊，这是咱公告啦吼，啊，咱啊需要服务，免客气，慈联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吼。过来是咧，甲讲到咱这个壬寅年虎年马年嘛吼，啊，这个吉安拜道吼，啊，咱的道量有限咯、哦、嘿，咱也是要参加，爱赶紧报名吼。啊，那证件无够吼，我甲母娘请杯啦吼，母娘讲看有法度，搁再搁。去增，搁增增加嘛，增加嘛增加有限啦，因为咱咧算，咱咧道场吼，遐都是遐宽，吼增加嘛无法度增加足济啦吼。但是咱也是要拜道吼，人讲拜道做元神，拜道洪霄云，拜道各大家大家吼，一家大家大汉，吼大细人拢甲你过平安啦吼。啊有安道，你都免过安光明顶，免过安太岁，吼一家道专家拢总甲你安啊啦，凡包括光明顶，包括太岁拢有啊啦吼。啊，所以讲拜道，咱也要参加，爱赶紧咯嘿。啊，无到时你啊，讲梅山师姐啊，阮都还袂登记，恁的道都满，唔是我无要留予你吼，是因为今年足特殊的年过啦吼，所以有足侪人拜道，所以先甲恁讲者吼。那以上这拢是广告啦吼。来，咱讲特殊的年过吼。较早的人讲的一句话，讲啊，人啊咧歹运，拢会歹运三年，吼、哦，庚子年，吼、哦，过来辛丑年、壬寅年啦，吼、哦，啊，这三年吼、哦，到底是要好啊，要歹，唔知，有要战争啊，无要战争嘛，唔知，吼、哦，啊，即马你也看通货膨胀啦，吼、哦，啊，韩国讲也无啥物粮食好食，吼、哦，啊，过来对一大妈咧安怎，对一大妈咧安怎，阿富汗嘛是凄惨落魄，吼、哦，啊，这个国家呐，到尾啊，安尼世界呐，安尼话，那明年。虎年哦，我看虎嘴开哦，唔知要为对相加，唔知啦，加来加去，加到尾啊经济规个崩了了，然后迄阵啊就惨嘛。哦，啊，即马美国迄边吼，人有预计啦，讲有可能会个死死50万人，然后啊，就是因为瘟疫又个变种啊，吼啊，这个注两届疫苗，赶快搁掉，冇注四届，搁赶快掉。啊，所以你说不恐怖吗？很恐怖啊，吼。啊，所以讲吼，嘛是着爱安怎吼，爱、哦、有爱着为了危机意识啊，爱为了危机意识啦，无危机意识吼、哦。所以我讲吼，七年、牛年、虎年这三年，人讲啊，好歹看三年啦吼，啊好运歹运吼，那、哦、大运三年嘛吼，啊歹运嘛三年啊，所以人讲吼啊，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啦，这吼、哦、这个三吼、哦、金能三，就是咧讲好歹嘛三年。哦、大温嘛三年，中温嘛三年，冰温嘛三年，夏温嘛三年，吼、哦，这就是咱讲吼，啊、
古早人讲，迄敢那口头禅啦，同款吼。啊，歹运一定爱行三年，吼、哦。啊，咱即马这种年过，吼、哦，这种有危机的年过，吼、哦。啊，过来就是反圣婴啦，反圣婴啦，吼。啊，咱讲火山爆发啦，地动啦，火烧山啦，火烧厝啦，吼、哦，了了啊，吼、哦，战争战到无物件通食，迄个时阵啦，你甲看，啊，大家拢在拼凶诶，吼、哦。啊，这个世界动荡不安呐、啊，真的是啊，安尼无想无惊，愈想会愈感觉未安心，就是安尼。那明年还得看看呐、啊、吼。但是咱讲咱的台湾蓬莱仙岛吼，大家拢真团结吼、哦，对这个吼、哦，咱讲瘟疫吼啊，我算讲吼，咱讲神呐、啊，台湾神真兴呐、啊。吼、哦，台湾神真兴啊，但台湾人嘛是真合作啦，吼、哦，真合作。所以呢，新加坡你啊看，一天拢两三千个钓呢，千外个钓呢。吼、哦，新加坡比咱较细了，比咱国较少人口呢，啊，你看会钓一型诶。啊，咱人呢，啊，就是讲有福报伫蓬莱仙岛，咱要看讲转机转的过无吼，唔免讲安尼个遐惊吓咧过日子啦吼。哦啊，莫怪讲吼，伊安一级警戒唔敢降落来，赶快保持二级啦吼。啊，就是因为吼，咱外口看起来好像是唔是安心会当安得落来的天气啦吼，还是没办法吼。啊，大家也搁咧喘咧等啦吼，唔知道到底是啥物情形，也唔知啦吼。诶、欸，咱讲见得失意心安分呐，见机行事。吼、哦，人做啥物代志拢爱见机行事，心伫咱这个安定呐。吼、哦，咱今日咱要来去，要来去贯穿这个事理。吼、哦，咱才有法度去看到啥物叫做险关呢？吼、哦，你无去贯穿这个事理险关，你伫对你真正你看无呢？吼、哦，人要迎合这个中央，吼、哦，你嘛是爱人无私欲，乐观进取，我嘛就是爱净化人心了。吼、哦，人人本心乐自在呢。吼、哦，人若无这个吼，无、哦、这种危机意识，真正咱家咧讲讲，我咧过日啦吼。所以咱讲吼，人要开拓吼、哦，咱即卖这个吼，道、哦、咱不管讲是道运啦、道务啦吼，还是讲咱即卖现在啦，是万般考验呢，吼、哦，是万般考验呢。吼、哦，以道咱即卖要以道合真。吼、哦，要以道的思想观吼、哦、啊来看咱今嘛目前，咱人我都自己圆满无吼，这个缺陷看有法度好安尼弥补无吼，这个缺陷看我都弥补无吼。当机然后咱讲当机立断呐，哦，这个代志爱心思啦吼、哦，所以人讲吼，每、哦、我一点当石头呢。吼、哦，真性都系当透天地理呢。吼、哦，咱也无法度识得天心根源，人吼讲、哦、人我两忘达本源呢，还真正是歹呢。咱要奉行正法归正觉，吼、哦，持正道修理归依，吼、哦、依吼、哦、依这个正见，吼、哦，达用导正人心呢。要心诚，要有那种吼、哦、一念一劫一轮回一种思想观呢，一念一劫一轮回。诸业断尽，吼、哦，叫我都清净呢。贯穿一粒生苗灰，随其心境正思维呢。得诸修正，咱叫我都圆满了吼。所以人讲见得失意、见得利益的时候，必先想到公理正义呀吼。也那无吼啊，想无落好去呀吼，真正吼、哦。人总是呢吼、哦，有这种的危机。诶，咱就会较小心做代志啦吼。今日个礼拜六吼，咱有公休啦吼，礼拜六有公休，七点到九点半，好啊，欢迎咱新的同道、新的同学，吼，大家做伙来公休啦吼。咱定咧讲吼，人吼伫这个地甲角，先啊讲地位甲角哦，吼地甲角，这个意思呢，吼。就是咧讲着讲吼，人吼、哦，无论讲你的根基有偌深啦，吼、哦，有智慧甲有觉悟，吼、哦，这是累世所修来的啦，吼、哦。每个人都有根气，吼、哦，啊，伊的根基有，但是呢，吼、哦，咱跟他讲这个，吼、哦，智慧这两字要用来讲觉悟，吼、哦，上体上的智有三种了，
第一，讲一切对用现在哲学的名词来讲，讲正确的了解宇宙的本体，吼、哦，这种的叫做智慧。吼、哦，在咱道法佛法内底面称叫做一切对。第二种叫做正对，正就是咧讲知种种烦恼的现象，宇宙之间的现象，种类足济啦。吼、哦，种类足济，无量无边的种类，有真济真济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是从哪里来的？吼、哦，啊，这到底是为对过转来的，这瘟疫啊，吼、哦，这所有的这变种啊，这又个为对来的？就咱就是咧讲，有这么多的繁多的现象，宇宙之间的现象，种种无量无边呢，有许许多多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是从哪里来的？过程如何？后来结果又如何？能够正确明了吗？无一个敢讲啊！宇宙万象。哦、不是用智慧去 推算、哦、要做、哦、人说种种一切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究竟圆满的明了，没有一丝一毫的迷惑，真的是不是那么简单、啊、要说断到都没错误、哦、像有人说、哦、哪一个、哦哦、印度的哪一位、哦啊、真够预知啦，有预知能力啦、哦啊、也预知未来怎么样，预知未来怎么样，哦，他有这样一个透明度的那一种，哦，咱讲，跟人无同款的预知能力，但是咱听讲吼，敢有法度断开讲一丝一毫没有差误吗？敢有法度断开一丝一毫都没有，哦，没有偏差嘛？不可能嘛？哦，所以咱听来讲，对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得到咱要得到完全正确的了解，无遐简单啦。因为每一个国家人种有足复杂的，每一个人的想法人种嘛足济，拢无同款的未配合的代志啦，吼、哦、不会配合的事情啦，吼、哦、因为咱人有私心，咱人有私心，我爱家己好就好，吼、哦、啊所以讲有私心，一个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吼、哦、所以讲吼、哦、人生啦吼、哦、要了解真正的真相啦吼、哦，预言家怎么预言呐、啊？我们的人类怎么推翻呐、啊？吼、哦，这就是咧讲。佛在经典上咧甲恁讲诶，啊咧讲吼，除了家己，即系所有诶人类在即个世间啊，自己真的觉悟了啦吼，吼、哦、你能帮助别人觉悟，啊也可以帮助自己觉悟，迄个叫智慧啊，即才叫做智慧啦，吼、哦、啊那赶快咧个蒙蒙飘飘，即马讲即马咱台湾拢无咧电视咧广告诶啥，吃到饱，吃到饱，龙虾吃到饱，牛肉吃到饱。迄食食诶，讲一句较歹听，你吃到饱啦吼，甲撑吼，到尾啊，到尾诶后遗症是啥？哦，你着食愈侪嘛，代志后遗症就会愈侪。啊，咱人同款，即卖嘛一直咧广告啊，即卖伫啥物时机啊？搁咧广告和牛吃到饱吼，啊，迄个龙虾吃到饱，一克多少钱？大概嘛是安怎拼命？为啥物报复性的吃？好像讲安尼。即嘛无紧食呢，好，敢那过来无啥食，赶快的艺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啊、这样的广告啦吼，会让人家为什么？会让人家哦，觉得说这个人生就是这样过日子啊，哦，安尼过日子，哦，你感觉食一种享受，穿嘛一种享受，这种过日嘛是一种享受，但是呢，你有哪享受，人别人不一定有哪享受呢。啊，无他享受的人算安怎？因为咱经济歹嘛，吼、哦，是咱家己的命，无唔对啦。但是呢，我想不应该是这样子啦，吼、哦。所以咱来讲吼，用报复性的去花钱，吼、哦，你怎么花？哦，那当然啦、啊，恁到哪有钱，你会开，会使安怎去开拢无要紧。但是元始天尊有讲啊，讲人生一世间啦、啊，譬如电光石啦、啊，现在讲人生一世间啦、啊，就敢那电光石火，很迅速。伊讲婴儿化老人啦，将赴春梦中啦，用命尽一生，自己比不及，处世无福定啦，命薄何所至？咱人吼在讲的吼，人若无这个福定啦，啊，讲死了能瞑目吼，不一定啦，因为我们有造罪嘛，我们还有很多必须要去清偿的东西，必须要去还债啦。各位讲岁月，吼，咱要回。咱要讲头壳甲恢复一份地感，吼、哦，要甲这个梦想执着断哦干干净净，吼、哦，我们要重新恢复，恢复到本来面目，
哦，这个事实的真相要在哪里明明白白告诉你啊？什么时候？有的人讲到死嘛还未解，有的人讲死几点啊点啊才阁讲。为什么？所以咱元始天尊咧讲，人的岁月都犹如电光石火啦。吼、哦，讲人生感觉哎，岁月过得很快吗？或是很慢？是什么时候为了生计生存生活在打拼的时候，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又穷困潦倒的时候，面临死亡恐惧的时候，辉煌腾达极乐的时候，等待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时候，翻来覆去的时候，几点心得啦，还讲给大家听啦，岁月无情啦，爱护啊爸，每一届呢吼，哎，老大人左邻右舍看看都是老人啦。哎呀，老迄、那个，迄、那个嘛，迄、那个嘛咧杀，迄、那个嘛咧杀吼。看看亲朋好友，看看吼、哦、一些老前辈啦吼。以前安怎风光啦吼？啊，即马赶快坐轮椅顶悬的话，你甲想，看以前偌风光啦。现在还是因为身体的拖累，你也过不上以前的风光啦吼。这就叫做甘彩万千。仿佛隔了好几个世纪啊，令人感慨万千。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对年轻小伙子一直蹦蹦跳跳，到咱现在五六十岁，说老王你怎么头发都白了，老李就说啊，你的牙齿都掉光了，那老蔡看到你啊，你的腰都驼了，啊，老林又看到你说啊，你哪个乖啊，老邓说你怎么坐轮椅了，老刘说老赖老顾怎么都不见了，呵呵，讲同学会哈，同学会得问啊，吼、哦，我六十岁啊，开迄个同学会啦，吼、哦，老王看到，吼、哦，看到老李就讲啊，你的喙齿来落了了，啊，这个、老蔡看到伊腰呢，怎安呢？吼、哦，咱讲驼背了，伊讲啊，你怎么驼背又拿拐杖了？老邓你怎么坐轮椅了？老刘老赖，吼、哦，都要问了啊，因都拢无来啊，为啥来无来？因就往生去啊，啊，这是人生最真实的写照，年轻的时候不好好把握，现在能干什么呢？当个北漂老人吗？或者是当个外流的孤独老人？哦，一事无成。哦，有时我那个啊，咱人真正会后悔啦。哦，现在后悔，因为咱也无好好珍惜岁月，好好运用。孩童有孩童的天地，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天地，但老人有老人的孤单呐，老人有老人的孤寂呀。好，当到你是老人的时候，银发族的时候，迄个时阵你就看会到啊。好、哦，哦，啊，咱人啦，如果讲有咧修道，有咧修行，有咧学圣贤，吼、哦，有咧行正道，你会感觉讲吼，会令人赞叹的讲，吼、哦，你还好咧，你把岁月吼、哦、啊顾得很好，你没有纵情之欲，你没有贪淫贪色，无贪杯好色，无贪道好财，吼、哦、公。人讲贪功贪名，你拢无吼。到临终的时候吼，你也感觉讲哦，安尼这个人做了真好啊，这一定会走佛祖遐，啊，我一定会走道祖遐，一定会走地遐，你都拢会安怎？你都拢会甲祝福啊，就对啦。因为你捌的人，这个人都较早都唔捌咧做啥物，吼，拢做好事啊。你也看相片搭伫遐的时阵，虽然肉体下薄，不过足侪人按赞，足侪人赞叹，讲这个人一定会去吼、哦，去做神啦，一定会去做神。因为在生做个遐尼啊好，这就是啥？肉体下步呢，看到一张相片的时阵，小姐给你按赞，小姐给你赞叹，讲你吼、哦、真正飘撇吼、哦，人呢来到这个世间吼、哦，做对代志呀吼，肉体下步就算飘撇了吼、哦。啊，那如果唔是咧，唔是人来讲啊，吼、哦，哎，有诶较早做个怕某怕囝迄种诶啊，啊，做个教做个错诶种诶吼、哦，啊，大家拢嘛讲，哎呦，迄某咪人若死哦，因某囝该会看我，该会出头天，安尼就惨啊了。咱人袂当做个安尼，做个安尼人互笑脸都唔好啦吼、哦。来，时间咧过足紧诶哦，今天晚上有共修，我再讲一次吼、哦。啊，咱若如果有需要要来吼、哦，咱就提早吼、哦，啊，七点以前到位啦吼、哦。来，今日节目做到这。讲给大家听啦吼，听了呢有喜欢的按赞啦吼，无喜欢的批评者嘛无要紧啦吼。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周末快乐，再见，拜拜。不看脚下的路有多宽。